中美审计监管合作相向而行，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应当说，中美双方监管机构都充分知悉对方关切，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合作。这符合两国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者的最大利益。针对市场近期关注的中美审计监管合作问题，一位接近监管部门的业内人士表示，据介绍，部分中概股公司和投资机构今天参加了中国证监会举行的一场视频交流会议，主要听取了市场人士对中概股近期情况的意见。关于市场普遍关心的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进展，证监会方面并未透露与美国监管机构谈判的细节，但表示双方都展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意愿和务实态度，近段时间持续进行高效、坦率和专业的磋商，这与美方近期披露的信息是一致的。证监会提醒，近期一些并不掌握实际情况的媒体，对双方合作的细节和走向有不少主观臆测，给市场预期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扰。希望市场人士以双方监管部门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不要盲目跟风。一位受访的资深会计师表示，最近几个月中美双方监管机构的良好互动有望打破审计监管合作的长期僵局，相信双方监管部门有能力从专业角度尽快达成合作安排。